这个十连抽保证五星，有五星绿属性一只，可是重点是能不能抽到评价98分的那一只？抽啊抽啊抽啊！去吧！没有植物园，我没有抽到库鲁米哪的植物园啊！傻瓜 ，Go！ 哦哦，啵啵啵！哎，这个炸裂的效果好像很强的感觉，两颗五星，是哪两只呢？还困惑了一下，这游戏有一点像你们在玩那种 line 村村的游戏，可是它因为我其实我没有玩过村村啊，但是我知道它听说它消却方式有点像，可是它的玩法是比较更有多元，你要去养成角色，然后它有技能，你可以去就是它有不一样的技能可以使用。原来他石头巨也送很多，那一定都是没有在解任务才会说石头很难凑。光一开始的多人连线就送了140颗，哎，太嫩了你，嫩嫩嫩嫩嫩。哦，这只我有了，我有五星的，这是欧蟹。重点是这只五星是什么呢？从那边发光了。哦，等一下，就是。打开一下1607吗？我看一下哦。它有写数字吗？它有写发行日期在左下，在这边你可以找一下6月14号这一本。它有写几号？哦，197，对，197。OK， 这我已经抽到了，我直接毕业了。爆创造物图灵。直接过关了是不是？一次搞定了齁。开始得意起来了，这样。有黄色的哦，因为我目前我的黄属性还没有抽到五星的角色，也没有四星。哦，这一只我之前还蛮想要的彼得潘，因为我好像有五星的，可以把它养上去。哎，这样我以后不用再抽嘞，因为我直接抽到五星的话，对不对？